花莲吉安乡一位车主怀疑自己的休旅车被人纵火，报案之后，消防人员却发现起火点有一只烧焦的手机，怀疑是手机受不了夏季车子里头的高温，才产生了自燃。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把手机或者是打火机这些东西放在车子里头。时间回到7月2号，花莲吉安乡庆修院外的中心路口，有一辆银色的休旅车发生火警。消防人员到场后，迅速将车的挡风玻璃打破，进行灭火。当时车主还以为是被人纵火，没想到在起火点的仪表板上，却发现一只烧焦的手机。因为哦，中午三十几度哦，再加上那个手机，它有那个电池哦会过热，哦，所以就引发火苗。附近民众也议论纷纷，强调当时车内的温度至少有60-70度，现场并没有看到可疑人物，车子着火应该就是手机发生的自燃现象。夏天的话，气温高的话，我想这个手机呢，它的电池哦，可能会有增加很大的这个危险度。事实上，在去年夏天，花莲吉安乡也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发生火警。根据消防局的调查，都是在车内起火点找到烧焦的手机，强烈怀疑这些火警都是电池受不了高温，最后才发生的自燃现象。可能它电池已经有膨胀现象，或者内部有微短路的现象的时候，那这时候这个高温会促使它产生一个燃烧过高温或者是爆炸的现象。此外，还有打火机也是相当不稳定的物品，甚至连相机电池和一般充电电池都有可能发生自燃现象。消防局呼吁民众最好养成习惯，别再把这些怕热的物品放在车上。记者温家凯，欢迎报道。